这个战号真的是猛了。我们最后帮他做个介绍一下，那他有几个神装哦，跟加九金盾，哦，神圣金盾，然后加七防戒 ，OK， 祝福的防戒，加七纸张恢复印章，再来就是欧洲人活动跟彩虹卡一发入魂，活动那个之前打乐字的中的不死鸟哦，不死鸟。就这样，欧洲账号。对，那到时候 TJ 的时候，我会再开他的账号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因为他这支账号还有爆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听说有纸盾、激怒手套，然后红武一堆，反正就是他自己也讲啊，喝醉酒都乱点东西了，对啊，就是这样。